由于大雪封山，此时黄建国已不可能到达洛克所说的拍摄点位。这个时候拉姆就又告诉我说，是在稻城的西边有一个叫木拉乡的地方，可以拍到三座神山在一个画面的这个场景。但是我就想，他只是听说一下，听说我们还要去找具体的方位在哪里，这些都不可确定。摄影展的截稿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一直在想到底还要不要去。离开墓里，黄建国还是决定将寻找进行到底。从稻城出发，向木拉乡的方向，黄建国继续前行。那想问你们一下，我想着在这个地方去找一个看到稻城三座神山的一个地方，这一片好，我听说有。是在哪里？听说这个有个地方可以看到稻城三座神山在一起。两个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说只看到两个。你看这个也看到了，孝子多吉也看到了吗？这个地方的村民怎么会对这个景点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看来这一次找这个点不会太顺利。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听不懂啊。那边有个村子。哦，到一个村子啊。有个村子。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呢？板道村。什么？板道。板道。板道村。哦，对，那个你看到吗？那个山，那个山有个路嘛。哦，那个山。就在这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这位大哥，来握手，谢谢啊，好。啊，早起得了，谢谢啊。哦，有点希望了，总算问到了，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。这个老天真的是早上出来万里无云，蓝天一点云彩都没，才过了3个小时就变成这样。确实下雪了。我来问一下，我要在这去拍稻城三座神山，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三个都一起可以拍进去？就是三个山都可以拍在一个画面上面。今天拍不到吗？拍不到先。300下了，左西右东，东边在那一边。这个地方是坑，这个地方，下去的那个坑，要在那个、那个过去那里看啊，那个，就在这个前面要过垭口，过了垭口，过了垭口直接过去，要爬上去过去，就这个山顶上，知道就是那个车是肯定不能开了，车是去不了的，就是人要上去，人要上去，人要徒步上去。啊、哦，去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就可以看到了吗？最高的点就看到垭顶的3个雪山。他们都说在这，应该是位置和方向是没问题的呢。
这个地方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没想到这个点是个最高点，来到这周围360度都能看到。遗憾今天这个神像还藏在这个陵墓背面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等。虽然这个天气变化呢，没有拍到的神山，但是呢下了这场大雪，这些雪的这雪后的景色，秋季的这些红树啊黄树灌木都比较漂亮，所以说被这个白雪压在上面，我觉得还是这样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，现在特别近山上的时候，哎呀，近的就让人就有一种想家的感觉，特别是想我的小孙女，我可爱的小孙女，哎呀，小孙女，你也想你。看来暴风雪太大了，今天待不住了，考虑要下车了，然后呢帐篷要吹飞了。啊，
今天一大早，我4点多就从稻城出来，看现在日出呢。我们画面的左边这些最清楚的，这个是夏罗多景，中间翻翻的这个是仙乃日，旁边尖尖那个就是央迈勇。今天终于如愿。